2015年10月27日，现在是早上的10点半。我们现在来到整个大昭寺，可以看到，人潮人往的人来这边祈福诵经。好，沿着大昭寺整个顺时钟这样绕一圈。不管男女老幼，男女老少。辛苦的女孩子，还有包括游客如织。对头，脚脚能脚脚上。不分男女老幼，非常的虔诚。可以看得出来。非常的虔诚，甚至拉着转经轮。走不出去了。